我們看看他們有什麼精彩的表現。反手轉圈是一個高難度技術來的，是在 band ball 裡面表演最難的一種，是要經過長時間訓練才知道的。 手兼備嘅球員，哇！呢個就係啊，表現好波。阿球證先生點比分啊？咁樣計邊個波咧？嚇，我諗可能可以得�2分嘅啦。計2分啊，好啊，3分啊，又嚟咯喎！ 我唔知道，好波啊！嗰边啲记者朋友影唔影到呢张相啊？真系好经典啊！真系坐喺度打 band ball。呢个高难度嘅转身，哇！左右手都得，左右开弓啊！识，我哋俾掌声马骝。继续啊！我谂平时好少见到噶啦，大家都。平时有冇咁样练波啊？我想问。其实呢啲系一种练体啊。 調節同埋體能，包括反應一個練習方法嚟嘅。好厲害啊！哇！現場觀眾俾多啲掌聲啊！三隻眼，阿靖哥，阿靖哥，可唔可以轉一轉？轉個位啊！哇！兩位奧運冠軍喺度交流，哇！香港人真係好幸福啊！我覺得。 哇！仲有步伐移動添啊！哇，幾開心啊！大家都啊，好，一個下旋，對拉，縮短球。我們看到張繼科甚至還跑到了對方的。 亦都要俾熱烈掌聲，我哋嘅球證，因為其實佢哋計分都好深。